跟我们分享，我们刚刚大家讲了这么多、哦、到底漫画改编成舞台剧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哇做得多厉害、哦、好像很精彩，这个真正的精彩我们现场就搬到现场让大家来看一下。所以接下来呢，大雄呢作为主持人，我们要邀请今天的我们传统上叫主角啊、哦、这个要登台，那登台呢要碰头好满堂彩，现场呢我欢迎他们了之后，现场朋友报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们登台，所以我要借用现场所有朋友的双手一起借给我，这样的朋友让你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明华园戏剧总团登台为我们带来的表演。
心何在
谢明华园西中环大的表演。哇，先说我们忠诚老师，你到底算现在是哪个身份了？来来来来，我跟在场很多人一样，都是老司机。好，老司机了。那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留下来陪大家聊一聊吧。今天我刚刚其实哦，老师您站过来一点，我要主角们要上前一步了。我们刚刚呢，其实哦，发现大家在看表演的时候，台下是那种这样子的脸，好不好？可是口罩戴着，可是其实大家都傻眼的一个，大家第一次看到现场看到这样的一个演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想说，剩下我们还有点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表演者们都还在台上。如果现场的朋友对于他们的演出有什么疑问，你也可以举手，想要问问跟他们说怎么样去演，或者是难得钟诚老师你也在，你也作为演员有客串演出，虽然刚刚就是最后只有登场一下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样子的合作，实际的一些剧场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好不好？好好好，那等一下有谁？还是我一个一个帮你们介绍，好了。好啊，好啊。首先我们先欢迎整部戏的制作人，就是我们的陈昭贤。Hello， 大家好。明华园戏剧总团青年军执行长，我是昭贤。好，再有我们饰演默娘的女主角陈昭婷小姐姐。大家好。那就是我们充满活力的陈国荣吴敏啊，大家好。再来就是我们饰演小孩的王杰宇。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有关于这一次的改编，是在漫画跟舞台剧之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度？就是歌仔戏，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看到的歌仔戏都是那种，就是讲那种以前那种历史的，那怎么会这一次想要来做这一次的戏？好，我觉得台下观众应该很不想要听我们废话，所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明战，就是明战路呢是明华园戏剧总团，我们今年92年的跨界大作，然后呢，其实我们2020年已经首演完毕了，是吗？2021开始，我们2020制作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2021才演出。然后呢，我们现在即将在3月21要到台中国家戏剧中心演出，所以呢，欢迎大家国家歌剧院演出，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告诉你台中的朋友，我们现在带来的只是1/50，很少很少的片段给大家看，到时候会加上大量的舞台，然后投影，还有很多很多演员跟现场 live 的乐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精彩的两者结合。1/50就是这样的呈现方式了。因为其实因为场地有限，所以到时候你在舞台上看到的是很多灯光还有云雾的效果，其实又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我一开始想问的是，韦忠诚老师作为，因为你刚刚大家在演出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种哇，就是身段啊之美妙啊，然后这个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美好，这时候突然出现了忠诚老师。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合作的时候，现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刚刚在开场前的时候，我们聊到说老师都乱加词，这个之间的合作是怎么样的？但老师非常的厉害啊，就是他自己说的，他就是老司机，所以呢，在舞台上面的魅力，我觉得刚上来所有台下观众就有反应，因为他是这一出戏的灵魂人物，对，所以必须要老师存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当初怎么会想要找我演七叔这个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网络上的形象是搭不到一起的，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七叔对我来说是法力最高强的，整出戏法力最高强的存在，所以必须要老师。老师，我们不要尬聊了。大家疑惑的表情，不要尬聊，算了。就外面跟大家拍照。老师应该一点夸。等一下，你们还要给一个游戏的那场，对不对？谢幕结束了。我们谢完了。OK，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是重点就是这个漫画。那我想反过来问钟诚老师，钟老师，您平常是漫画家的工作，对，漫画家的工作平常其实是关在一个屋子里面，面对的是纸跟笔跟电脑，然后这边一直猛画的工作。可是当演员是不一样的。当演员到了台上，排过一次之后，我才知道当演员其实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怎么样？就亲自了解到他们的。
台戏，我们其实樱花园，其实就是92年这些这样子一路下来，就是我第一次可以，就我们以前听到樱花园就是哇那个好像历史很悠久的那种传说中的团体，然后实际上跟他们演出之后，你就知道是其实真的演出演员真的很辛苦，就是早上很早啊，就要去准备化妆，然后要去测试场地，有的没的。像他们今天，我本来以为今天只会来5个人，就今天一直来了20几个人，而且早上8点就来，就是他们早上8点就要来这边做场地会勘，然后还有化妆这些的。那就像我们平常在演台上面看到他们，或者是在那个歌剧院看到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其实他们事前的准备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老师第一次从舞台上看舞台下的感觉，那时候你还记得吗？其实上了舞台反而还好，因为我们在舞台上面是亮的，舞台下面是暗的，看不到观众。老师不是有把它画下来吗？对，就是舞台下面是暗暗的。参与演出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就要参考您刚刚那一本了。对，那本是突发的，就想说难得有机会可以跟舞台合作，我就把这一次的所有的那个演出的一些东西把它画在漫画里面，就是让大家可以透过漫画来知道，就是其实平常一场。不然说舞台剧啊、歌仔戏，还有一些戏曲表演，他们的前置作业是需要多久的时间？然后现场会有遇到很多的什么一些有的状况之类的。所以老师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您在您的漫画的一个进度的追踪上，你也会有更早起啊、更提早准备、更准时交稿，这些是这样子的好习惯改造吗？你问那边所有的漫画家有没有人这样子？还没有吧。好了，那我想今天在舞台上的这个演出到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那现场的朋友，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来，谢谢明华园，谢谢明华园，谢谢总团，谢谢文章老师，谢谢。那我们也邀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拿着海报，我们到现场去绕一圈。如果想有兴趣想看的朋友们，就是可以在那个海报上面有 QR code， 可以直接再扫码。他就可以连到那个网址过去了。对，那我们今天讲到两场舞台剧都已经有售票啊，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支持台湾，不管是我们的台湾的漫画，还是我们由我们的台湾漫画改编成为的舞台剧2.5次元的这个领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谢谢。